是何人？今晚取你性命之人，有赦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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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本王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快把黑袍交出来，道出其中的奥秘。住手！准备走，后退，别冲动，姐妹，姐妹，别冲动，冷静一点。 兄长，你不能杀他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姐妹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记得我今日独自驾马，险些遇险，幸亏他及时出现救了我。郎亲恳请兄长留他一命。此人绝不可留。姐妹，他与我萍水相逢，却肯舍身救我，我相信他是个好人。 没有保护好郎琴，有负国公的托付，小侄实在该死。王爷不必自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冒出了个刺客？拱族人。 喂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
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话你就不能搭理我一下吗？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只要你肯交出秘籍，道出黑袍的奥秘，本王允诺你不会对你的族人赶尽杀绝。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区区一个秘籍搭上全族人的性命值吗？我们巩氏一族世代守护乾坤之术，此术若落于奸人之手，便有违天命，祸害苍生。我作为族长，难辞其咎。你身为鲁王，不为天下苍生着想，只想着篡权谋位，只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滥杀无辜。总有一天定会有人替天行道，血债血偿。替天行道？你说的是那个义子吧？你永远也找不到的。是吗？那本王告诉你，义子已死。秘籍是不是就在义子的身上？不说是吧？药包怎么没了？爹，你不能死！等会儿，快！爹！
你不能死，你谁？你先喝药吧，只有喝完药才能好起来。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王爷，还没发现郡主的下落。废物，本王麾下全部的虎啸营都派了出去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？玉峰山层峦叠嶂，山底下又像迷宫一样，士兵们进得去出不来。本王给你们3日的时间，若还是找不到郡主，那就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。是。还在想你的过去啊。想不明白的事情是挺让人头疼的，不过很多事情啊，记得不如忘了好。
就像这些春花秋草，转瞬即逝。都说人生无常，苦多乐少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多记住这些美好的事情就好了。很多事情，你是不会懂的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兄长到底有什么恩怨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放下。你兄长他为了得到我们族人的乾坤秘籍，杀我父亲，灭我族人，全族上下只有我和子蝶妹妹逃了出来。那你想过你的族人吗？难道他们就真的希望看到你这辈子活着就是为了替他们报仇？我除了仇恨，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有些痛苦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你的脚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是时候该离开了。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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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郡主！不是告诉本王，每逢初一十五用拱族人的血就可以炼成玄铁宝剑吗？可本王已经杀了近一半的拱族人，为何玄铁宝剑还是锈迹斑斑，如同废铁？王爷，也许这普通拱族人的血就没法炼成宝剑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该用谁的血？王爷，或许我们应该试试其他人的血。王爷，发现郡主和义子的下落。
保护郡主撤离，给我上！郡主，跟我把郡主拉走！大难不死，完好无损的回来，多亏了王爷。王爷，国公不必客气，本王为了秦儿，定是义不容辞。多谢王爷，请受老夫一拜。父亲，母亲，女儿累了，想先回去歇歇。好。这次秦儿受刺客裹挟，一定受到惊吓。国公不必担心。秦妹，快去请大夫。不用了，我只是累了，想休息。不行，你刚脱离危险，一定要请大夫看一下，是为了你好。去吧。是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先出去吧。在谷底，你和那个刺客一直在一块儿，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秦妹，我是担心你太单纯太善良，被坏人利用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上只有我会一直照顾你，保护你，我才是可以给你一切的人。兄长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秦妹，可我是真的爱你啊。你真的懂什么是爱吗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Thank you.
举事。王爷，告诉我，这黑袍到底有什么玄机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如今，拱族义子已死，黑袍又在本王的身上，还不赶快乖乖的交出秘籍？乾坤自在袖中，秘籍乃在心中，非凡人所能参透。就算你煞费苦心多年，你也参不透黑袍的精髓。总有一天，你会败在乾坤之下。乾坤之下，如今你拱族义子已死，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威胁本王？你自诩聪明，狂妄自大，天选之子怎么可能被你所杀？他一定会惩戒于你，望你听信小人谗言，煞费苦心也不过是痴人说梦。从此以后，你一定会是天下人的笑柄。我是笑柄，我痴人说梦。什么天选之子，什么乾坤黑袍。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本王得不到的，谁都别想得到。停！Come on!
是你救了我。谢谢你。可我有更重要的事，不能久留。你刚死里逃生，侥幸夺回条性命，难道还要去送死不成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养伤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。不行，我必须走。我知道你要找你的仇人复仇，找回一件对你来说很珍贵的宝物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救我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，世上所有的物件都是身外之物，只有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。若如你口中所说，那个宝物注定属于你，那它一定不会属于旁人。若它轻易为旁人所用，也不值得你父亲和你的族人用生命来保护它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们拱族的事？孩子，你的仇恨太深，怨念太重，这才是你失败的真正原因。就算是你夺回了宝物，也报不了仇，不过是枉送性命罢了。小心了，上！恭喜王爷得此宝剑。这把宝剑，性命轻而易举，现在你还怀疑我吗？师父，请您教我武功，求您了。现在只有您能够帮助我夺回黑袍，为我族人报仇。
我们练什么？静。静。物极则变，变则化，然万变不离其宗，静归于不变，是为静。还是不太明白，这是什么招数啊？自然是没有招数。要是没有招数的话，我们不就是任人宰割吗？错，你之前就是被外化招数所累，才会被敌人一击而败。如今你要做的，便是忘掉外化的招数，归源于本心。师父，去吧，去干你该干的事去吧。您的大恩大德，龚荣没齿难忘，还望师父可以告诉我您的真实姓名，以便来日报答。知道了，与你未必是好事。当日我五脏六腑俱损，您却能妙手回春，又对龚族的武术了如指掌。你想说什么？恕晚辈无礼，龚仙人，请受龚荣一拜。我为你疗伤时，无意中发现你的骨骼经脉和血液与常人不同，原来你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天选之子。我与你相遇，应该是上天的安排。我已经无憾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龚仙。袖中藏有阴阳乾坤二法。
哎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报上大名。听闻郡主生辰，特来献艺。你会玩把戏？要不然你变个翠鸟给我瞧瞧。在下意不在此。意不在此就赶紧走。今天是我们郡主的生辰，能从这儿进去的人都是身怀绝技之人，没本事就别想见我们郡主。你若是再不走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哎呦，看，献丑了，有两下子，进去吧。怎么了，秦妹？啊，我站得久了，有些乏了，我先回偏殿休息了。也好，那本王派人送你回去。不必麻烦了，兄长告辞。自那日之后，我就每日祈祷，幸得上天庇佑，你真的还活着。你回来是要继续复仇？你知道你根本就无法靠近鲁王。这件事情，我必须做个了断。这里是王府禁地，到处都有重兵把守，你为何还要回来自寻死路？这都与你无关。王爷，有发现。郡主她……你若再不走，就来不及了。你没有黑袍，就是以卵击石。我根本没想活着出去。我发誓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我立马陪你一起死。清风不语，落下满地，独行此情一许，多相思意，且去光阴，修炼半生风景。遇见了你，相见刺入心底，疼痛不已，也身不由己。让我笑着把最后一颗泪燃尽，来生再替我还你。孔融，再遇见你，心痛还有寒意。七妹，为何一个人在这里不进去休息？我刚才遇见了一位戏法精妙的艺人，所以想让他表演一些特别的戏法让我瞧瞧。没想到他刚走，兄长就来了。哦，既然这么特别，那本王也想瞧一瞧。林峰，在，把那人给本王请来。是。不必了，
我已经让他走了，他变得不好。怎么，兄长是觉得琴儿破坏了府里的规矩？当然没有，你马上就是这里的主人，规矩自然由你来定。兄长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琴妹，为兄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。何事？当然是和那拱族刺客有关。兄长是查到拱他的下落了吗？兄长，琴儿知道你并不是生来爱好杀戮之人，既然你想要的已经得到，琴儿恳求兄长放过拱荣。琴妹此话令为兄很是困惑，拱荣不是已经摔下山崖死了吗？又何来为兄不放过他这等言论？莫非他没死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确不知道他的下落，我只是……你说的没错，为兄之前对拱族确实有失当之举。倘若拱荣命大没死，不与我为敌的话，为兄自会既往不咎。兄长此话当真？琴儿，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。琴儿，这是西域特使进贡的陈年佳酿，你我二人痛饮几杯如何？既然兄长有此兴致，那琴儿理应奉陪。琴儿，你替为兄做了这么多，为兄好开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王妃。琴儿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又怎能获取黑袍，练得玄铁剑呢？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又怎能轻而易举地杀了他呢？琴儿，那几日在山崖下真的是苦了你了，不过还好你我二人的计谋天衣无缝，他到死可能都没有发现你接近他只是逢场作戏，虚情假意罢了。为兄说过，只要你父亲相助我擒得拱族人并获取黑袍的秘密，我自会对你靖家施以重赏。你父亲帮我杀了拱族族长，你又相助我杀了拱荣，你可真是我的好王妃呀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二人定会相爱一生，白头到老。
放开他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他？退下！王爷，不可！退下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别以为我不会杀你。狗龙哥哥，你让我好找啊。紫蝶，到了我的地界，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？到那边找找，继续找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来便是。客官，小二来了，来放这儿吧。几位，楼上请，请。他是谁呀？鲁王的妃子。我只知道你要杀了鲁王，怎么把他的妃子也劫回来了？难不成因为他的美貌而爱上了他？谁爱他？我恨不得杀了他。你真的会杀了他？我现在不杀他，是因为我要利用他接近鲁王。可我觉得你看他的眼神并不舍得杀他。没想到分别多年他还是这个脾气。你究竟是谁？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又与他死里逃生，我是他的谁，又岂是你会明白的？一起长大，难道他就是龚荣说的子蝶？哎，客官您的酒，您慢用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你又能怎么样？你心里从来就没有我。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你。
你做什么？你不是恨他入骨吗？怎么心里还一直有他？现在就是你忘记他的最好时刻，如何选择就看你的了。你走吧。你应该明白，自小我就喜欢你，可我没有想到在你的心里我竟然不如一个伤你最深的女人。我从来就只有把你当妹妹看。可你爱的人他也不爱你，你和我又有什么区别？既然你如此决绝，就莫要怪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好郡主此刻还不知如何颠鸾倒凤，销魂所迫呢。你做了什么？他吃了我配的药，临死之前还能快活一会儿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解药拿来。她是鲁王的女人，你动她一分便是动鲁王十分，我是在帮你。解药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贡荣知道我二人仰慕郡主方泽，特地命我二人今夜好好服侍郡主。你说什么？郡主莫要害羞才是啊。来呀郡主，不要来呀，不要来呀，不要，滚。这是解药。为何我们之前会落得这样的结局？郡主安全回城。锦妹，郡主，你退下。是。那日你明知巩荣就在府里面，所以逼我喝下有雅药的酒，故意在他面前说那番话，对不对？不错。我视你为兄长，如同至亲，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但是我不想做你的兄长，我心里自然容不下你有别人。可我说过，我只当做你是哥哥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定然不变的，人心也是一样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回心转意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的婚期已定，此事可由不得你。你说什么？你父王可是协助本王做了很多违心之事，此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如果没有本王的庇佑，你们靳家如何在朝野立足？你满口胡言，父亲不会容忍你这么肆意污蔑他的。你父亲是个聪明之人，为了明哲保身，自然不敢与本王作对，他与本王早有约定，现在就只等吉时一到，我们便可拜堂成亲。
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嫁给你。那就莫怪本王没有提醒你，如果你死了，本王自然会迁怒于你父亲，到时候你们晋家上下的安危可都在本王手里。我劝你不要冲动妄为。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来人，在，把郡主带回去休养，大婚之前不得有任何闪失。是。郡主得罪了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明日便是鲁王与郡主的大婚之日，王府内外必是层层防守，你去了无疑是自投罗网。是你中了鲁王的计。郡主那日被人下了毒，所以说不出话来。我闻到她口中有黄鹤酒的味道，此酒苦涩，可致人两个时辰说不出话来。我让他服下我配的药，以毒攻毒，方可逼出苦胆，令人说话。郡主是真心爱你的，为了他，你也要好好活下去。王爷，下官敬您。
喜欢的对手，我想此刻你那死去的父亲应该会感到很欣慰吧？啊？没有了黑袍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本王。
交出来，我就放了他。你要是真爱他的话，就放开他。我叫你交出袍子，听到没有？光荣，不要，不能脱掉袍子，他会杀了你的。我无法再看到我爱的人在我眼前死去。可我不能亲眼看着你送死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难道你也想让我死吗？郎琴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兄长。可是你帮他，就是要我死啊！对不起，这一切。都是郎琴的错。郎琴自知兄长对我的情谊，可郎琴不爱兄长，更不想再欺瞒兄长。那你爱谁？是他吗？是。晴儿，我爱的是他。郎琴知道欠兄长的态度，倘若兄长肯放过公荣，郎琴愿意倾其所有来报答兄长多年的情谊。倾其所有，倾其所有，好啊！若是本王用你的命去换他的命，你愿意吗？这么做，我没有真的想让你死，我只是想让你爱我，只想让你接受。可你为什么连我的心里只有他，
也容不下别人。此生无缘。是啊，一辈子也等了你一辈子，全都是因为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懂了什么是爱，不再让仇恨支配着我。爱，何为爱？弱水三千，我独取一瓢，都不及你匆匆而过。回眸一看，是我爱得太深，看不到自己的心，还是你要的太少，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却用自己的性命去维系你的性命。你对郎琴的爱，那不是爱，你爱你自己胜过一切，欲望蒙蔽了你的心，你一生追求的荣华富贵、权柄野心，这些本是难可以梦。既然今天你赢了，那我的命拿去吧。杀了你又如何？就算你死了，也换不回我族人的性命。此刻我的族人应已安息，人生一世昙花现，尽在虚无缥缈中，执念害人，又岂是你能懂得？
龙腾海流落江湖，多年后龙鳞乍现，风云变色，一场精心布局的屠杀计划嗜血而出。学非所宜，又不学可为。来，陛下，末将罪该万死，国宝龙鳞被劫走了，这是劫匪留下的字据。北道昌爵，李将军。
回去吧，好生歇歇。谢陛下，末将告退。韩统领及大内三杰批令两支前夺回国宝龙鳞。我有问，客官客官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辛苦辛苦辛苦。生门远地，阴阳协重。打尖还是住店呢？四间上房。巧了，天字号上房正好四间。小店酒菜齐备，各位客官可以尝尝我们的手艺。有酒便可。包你满意。上好的女儿红，我给客官送过去。请了。客官，真是难酒。小姑娘身材不错呀。要不三哥晚上给断断，掌柜的也行。来喝酒喝酒。是地方州县采赤金公三年雕成一尊飞龙，献给陛下的寿礼。李将军护宝，却不成想被一群毛贼草寇给夺了去。陛下怎知龙鳞在此？附近有杀命山，这里是同兽客栈，劫匪留了字据。哼，这帮鼠辈本想劫道发笔小财，结果一看是皇上的寿礼，吓得原封不动，赶紧给咱们退回来。赶紧给咱送回来，咱也省事儿。若是敢跟咱们耍花活，老子一拳一个把他们全砸成肉饼。啊，这是不可以，这是我不得不应的，这是不要杀我，这是你。明日就是陛下寿宴，宴会上龙鳞是要给朝臣看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此物我们今晚必得。韩统领有何打算？你三人回去先不动，我去打探一下。
逆君取龙鳞，杀觅红汉。毛贼草寇，怕是没这么讲究吧？明剑将军，庆幸死。韩统领有何发现？人多语杂，尚无头绪。听闻李将军护保失职，不知现在是否安好？陛下宅心仁厚，并未责罚于他。只是我去府上探望他时，言谈之间，李将军结果攻心，竟然暴毙而亡。国宝明日即用，李将军一片赤胆，也算是尽忠了。此番行动必有凶险，徒兄务必谨慎。少陵，你放心，找不到宝贝，我提着劫匪的脑袋去见皇上。这次取宝，王兄怎么看？啊，这次不是一切都听韩统领指示吗？如果韩统领说谎，你还听他指示吗？李将军死了，这不假，但并非急火攻心暴死，而是
被人所害。哦，有这种事儿？我看过李将军尸体，不会错。况且贼匪贪财，国宝到手定然远走高飞。为何留下口信，引我们过来？有什么？大爷饶命，小的只是客栈的伙计。伙计不在屋里，走你到底干什么？快说。我韩统领智勇过人，此事疑点重重，他为何不提？除非他自己就是疑点。客官先小酌几杯，要是还觉得饥渴，我屋里还有美味。掌柜，我们不喝酒。谁说的？你们同来那大汉要了三坛了，我等你。王兄潇洒，掌柜多情，看来好事不远了。潇洒多年，可惜有人看不见。贼人夺宝还宝已非常理，韩统领又口出虚言，那诗句看来也很是蹊跷。我料想此番行动必不简单。那首领的意思是？敢问阁下要算何事啊？果然是不才韩某。贼人指明这间客栈，这里必有文章。我去与那掌柜旁敲侧击，探探客栈底细。你盯住韩统领，看他下一步动作。好一个算命的军师。惭愧惭愧，未能算到韩统领来得如此迅速。我接首领密报，得知龙鳞威力无比，杀王一事还请军师点拨一番。我们还有更妙的杀技。
哎呀，快一点！你摆的什么呀？这谁吃得下去呀？重新弄，快快快！客人都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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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催了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绣花呢？你这赶紧端着走呀！嘿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掌柜不是说屋里还有美味吗？我替那公子过来看看。哼，美味也不是给你准备的呀。看姑娘做派，怕是清高惯了。既然羡慕了吧？好看的未必好用，那也得用过才知道。小心点，别洒了。泼到人身上更没法看。哎呀，来，吃好喝好啊！喝啊！到酒了！哎，臭胡子，敢吃老牛豆腐？喝啊！喝啊！客官好酒是小店的福分。你算了，三哥，来。今日畅快，各位多饮酒。掌柜，打开门做生意，这般待客似有不妥吧？哼，手还挺麻利的。礼过了。我说了，好看的未必好用。得了吧，少跟老娘在这抖风凉话。之前问个伙计，说这客栈刚建不久。那又怎样？巧了，我拔钉见锈，客栈分明已建多时，掌柜为何瞒我？满屋客人，账簿上却只字不写，莫非掌柜给这一屋子客人都做了东？我做东做西的，关你屁事儿啊！东要是做不好，可就归西了。哎，我说姑娘，你爹娘没教过你说话嘴下留德啊？到底是谁，这么大的面子，让你做这个东？
亲，我姐姐对不起你，小二。三杰，人英，有闻大名，请。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？他们都是陛下派来帮助我们一起夺回国宝的弟兄。那他们为啥打扮成这样？他们都是陛下的卫士，一等一的暗杀团，能跟你一个德行吗？你还不放下武器跟兄弟们见见面，互相认识一下。如何？男的死了，女的废。韩统领莫急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咱们还有更妙的杀机，正好这有现成的人选。他们说有我的客栈，等几个人就一夜，给我100两银子，还说会保证我跟所有人的安全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他们都戴着面具。女侠，你想想，他们一个个拿刀动枪的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？现在不敢也敢了，我就这一个兄弟，他们不让我活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哎呀，怎么伤成了这样？快快快把公子扶起来，扶起来。
人他屋里赶紧包扎。好了，也不知道徒兄现在身在何处，但愿安好。想到这个姓韩的竟是这种货色，岂止一个姓韩的，前者我说李将军被害而死，你可知是谁？我看过李将军尸体，肩头有一个掌印，食指比中指长，跟陛下一样。
事情还没有完。龙见天日，气吞四海，首领果然是用心良苦啊。军师，此话怎讲？韩统领若是想知此中玄机，还是去问首领的好。军师，沙王一事，您可谓是奇功一件呢。事成之后，加官进爵，封侯拜相，也不无可能哦。韩统领客气了，名利云烟，不足挂齿。你我戎马多年，所谓者是祝首领拿回他自己的东西，成就他一番壮志。果然是忠心耿耿。军师可知这次首领为何不来此地？首领嘛，自然是有要事处理。还有什么事情比杀王一事更重要？首领一心杀王，没想到军师却在绸布信上给我们的敌人提了醒。韩统领，这是话里有话。那也不及你诗中有诗。逆君取龙鳞，杀命同寿。表面上是在告诉我夺回国宝的地位，把字面调整过来就更妙了。得取同君寿，逆鳞杀龙，明日就是皇帝寿了，那分明是说宴会上会有人赐王杀妻。原来如此，真是煞费苦心。小心点。好汉，你回来了。你那两个朋友还在屋里，一会儿埋了我弟弟，我跟你们一起杀。我这几个伙计也会几下拳脚。你想杀谁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那群装神弄鬼的狗杂种。我弟弟就是死在他们手上。你用隐语师通风报信阻止沙王，究竟为何？在下并非阻止沙王，只是认为时机未到。时机何时才能到？韩统领有所不知，关于沙王时机一事，我曾数次劝说首领，可首领固执己见，一意孤行啊！你想想，现在沙王那些个是我兵权的大臣，必然是从那些孩子堆里随便选出一个小皇子来继位，兴趣年幼，他们连小皇帝都不会放在眼里，又怎会有首领登位的机会呀？
即便是那些大臣们全都忠心地辅佐新君，可他们合理一心，又怎么也难以应付。你觉得首领会给小孩子机会？首领之所以没来，实在是因为念旧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易容配方可是我给首领的。那我现在就把他。不为财动，不惧朝廷，韩统领勾结的定然是叛军无疑。那他为何这么做呢？屠兄，你可回来了。屠兄，你没事吧？皮毛小伤，没事。啊，屠兄可曾见一个红色面具人？被我宰了。可曾看见韩统领？那倒没有，我进了地道，把那些贼匪全杀了。你是何人？大内三杰，人应守门大名。滚开，否则我宰了他。陛下，别管我，快上。
现在事情完了，将叩见殿下。哈哈哈，韩统领，让我等得好苦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帐内一叙。殿下，军营内为何不见兵将？哦，他们已经在别处集结，宫内一乱，便冲杀进去。韩统领，请。韩统领，龙鳞可曾拿到？很好，韩统领，军师他那个老东西顽固不化，自作聪明，已被末将处理了。军师绝顶聪明，就是想的太多，想多了就会乱了方寸。我如此待军师，韩统领不会认为我是意狠心毒吧？末将不敢，殿下朝阳壮志，将来还要平吞四海，匡定天下，对于那些愚臣俗子大可不必多想。你哈哈哈哎呀，到底是韩统领之我呀。来，咱们小酌几杯，全当践行。殿下，前者听军师说龙见天日，气吞四海，究竟有何深意？龙鳞经过工匠改造，藏有机皇毒针，合开之后常人呼吸四次的功夫便会爆裂，神仙都躲不开。原来是这么一个气吞四海，末将拜服。有劳韩统领了，明日还要仰仗你成其大事。末将失礼了。Thank you.
今日朕与诸位卿家共庆寿辰，咱们君臣不必拘礼，美酒佳肴尽兴畅谈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众爱卿，前些时地方州县敬献朕宝物作为寿礼，名曰龙鳞，据说是集巧匠采赤金工三年精制而成。今日朕就与众爱卿一同品评，看看这宝物究竟有何精妙之处。陛下，龙鳞乃至贵之物，微臣认为理应龙目月璧，再与众臣分月。龙鳞至贵，才应赐臣福泽，而后君览，以显陛下宽仁四海。今日及臣宗属礼仪，礼仪在君，君礼不可儿戏。及臣是礼，宽仁就不是礼吗？小小事有何德能揣度？君心龙意，退下。韩统领执意要陛下先君后臣，这恐怕不光是揣度了吧。你今日来本帅敬您榜之所行，属下知晓。好了，你们二位别再争了，还是先给众卿观瞧吧。真是绝世珍宝，价值连城。
微臣叩见圣上。陛下，微臣死前恳请最后一次为陛下分忧。韩统领有话，但讲无妨。微臣迎娶国宝，回来的路上发现了叛军的踪迹。叛军？首领是谁？首领正是。说。是陛下的四弟。龙腾海。微臣已经收集叛军盟书，朝中有不少人牵涉其中。盟书现在西殿之内，恳请陛下移步龙沐浴。就是所以此情此景，陛下难道不熟悉？放肆！你活腻了不成？先王遗诏，传位四太子龙腾海，陛下觉得不公，谋害四弟。是在这里吗？你怎么知晓此事？你，陛下，韩统领已为国尽忠，微臣特来告知。二哥，你年前一战，今天做个了结吧。
我能回你笑什么？感动二哥，小心你在杀你！你属下可没这个本事。先王高瞻远瞩，早已看出霸江腾海皆非托付江山之人，唯有江海复国，洪流覆灭，才可胡保六太子即位，以仁德治天下。是你满朝文武大半已被霸江腾海笼络，先王也无可信之。事情都办完了，就